现在已经在进行复健的练习了。这一棒拿出去在左半边，哇，相当的深远，有没有机会？结果出去了。哇，好，这场比赛结果是一支阳春全垒打，也敲回了这场比赛同一师队的第一分。哇，真的是石破天惊，郭俊佑。这场比赛统一师队的第三支的安打，结果就飞出了全垒打墙外，是一支阳春炮。这个打得扎实啊，今天的风蛮大的哦。结果郭俊佑敲出了这场比赛统一师队的第一分。目前统一师队取得1-0的领先，先取得点。郭俊佑还是一样，他的力量不在，问题不在他的力量，问题是在他的掌握球的这种击球点。力量是确实是蛮好的。刚才曹总就在说这个罗振龙的控球，有的时候球路会